大家好，我是爱原神，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4.6 版本原神新活动攻略，气体流向的偏转第一天，原神 4.6 活动 4.29 已更新，震惊的应用研究活动，活动攻略气体流向的偏转，从此激发的研究生态波动的影响，创伤愈合的可能，光热效应的征服，共鸣震动的归一的话是这个震惊的应用研究气体流向的偏转活动攻略。我们选择极限低分贝率诚实，在这个界面的右下角队伍配置，队伍配置这里的话，我们说一下这个幸运的角色是四个风，那么这一关的话是上下两个都需要来带一个风 C 啊，带一个风 C。那上半的话，我们带的是这个伞兵加放落山，那你这个放落山给上半给下半都是可以的，辅助消辅助这个伞兵都可以啊。那我这边上半的话，推荐大家带的也是这个伞兵再加一个班吉特，这个基本上是你必须要带的，除非你这个有别的更高的替代，你比如说带弦猿，不过弦猿应该是挡消的对吧，那你上半下这样带，然后右上角这里有一个共鸣调整，映射测试上半场这里共鸣调整，一来直接这样抄就可以了，把左边的三个蓝的金块都对一下右边的中间这个黄色的金块，意思就是说触发扩散反应、元素战技、普通攻击，它都能够触发你的这个风沙搭层就可以了。退出来，我们来看下半，下半的话刚才实测啊，不带奶不行，不带奶得看手法了，追出这边推荐带的奶有这三个，一个是咸云，一个是顶，还有一个就是带一个这个半吉特，那半吉特给上半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带一个奶就行，随便带一个奶，带个九七人都可以啊，带个九七人都可以，只要保证你的这个消不死都可以啊。然后这话这步带一个蓝口超吧，带一个猫吧，带一个猫猫对吧，套一个盾，好像开了小战。好，判闷的出售手法是这样的，班尼特在发落山后面出售，确保你的这个伞兵输出时间最长，就是发落山 E 秀班尼特 E 相邻大招接伞兵输出就可以了。来，我们来看一下发落山 E 先 E 后会有给自己吃能量，然后班尼特 E 秀一下暴涨，然后出来给相邻大招，然后其伞兵输出就可以了，不需要巨怪啊，上来是不需要巨怪的，因为你伞兵基本上他的这个风刃打第一波小怪是非常强的，然后第二波小怪啊，说一下他的出怪顺序，每一波怪的他是就是每一种怪型出两类，出两次啊，然后这两次分别在两个角出现，你比如说你看刚才在这个方向出现了，这个就在这个方向出现了对吧，你看哎，这再出一波，比如他一个类依然有好几波怪，不用啊，不过这几波怪它的这个难度是逐渐升高的，要你一开始的话就那种小的这个形兽，后面可能会变成大的这个矩形啊，你还是要或就是大的这个水形，你看这个变大了，后面第三波是水形坏啊，不是水形坏了，就是那个水形的动物啊，开锅了开锅了，点子然后撒就可以了，把小风池就凭你一眼简直是我逗着瞧，猪猪就行，绕回绕回嘛，我都不洗哎，好，然后说一下这个矩形怎么把这两个鸭子不用管它，直接来到这个中间的喷吐欢灵这里，然后发落山 EQ 去周转左下这个鸭子的技能，基本上你这一个发落山 EQ 就能把这个鸭子收完了，开锅了开锅了，然后哎，亮灵彩盘开大招不算凡尘哎，然后闪避输出就行了，掉了左下的技能啊，这边也是一样对称的，它每一波出怪是有一个一定顺序的啊，哎，再用你好啊，嗯，好，我们就要的这个怪输出就行，哇，好，注意躲一下他的这个技能啊，然后被他打到，然后打到的话可能会掉下来，然后就失分了啊，就是你的这个分把握满哦啊，躲下技能好，然后下一波怪的话又变成了选手，那一样的啊，他的这个出怪是逐渐的一个循环，那回人风满讲不通就打，那个地方又不需要讲究什么手法啊，因为你这种角色想打满可能是有点难度啊。我实测的话就是打第一波打到2100分左右然后就可以了，啊，第二波的话就是这个了，难度主要在下半，上半没什么难度，主要在下半，下半有好几波怪是比较难打的，好，然后打下这个怪就可以了，上半我们打了2210分够用了。好，来说一下下半的打法，下半一定注意先给你的消上这个奶或者盾，你比如这个地方我们先九七眼开一个 E 然后开怪，这样比奥纳开大，然后九七眼的这里扔一个大，然后消直接输出就行了，一定注意你的消时刻在哪个盾里面啊，
防止你被这种反应给打死了。就比如说这些怪打一个超载，或者打一个融化把你给炸死了，有可能的啊。不能补回来录的时候，第一面录没录成功，也就被炸死了，不能啊。好，然后第二波怪也一样，站到这两个雷斯莱姆冲击者上面聚过来就可以了。无聊，破开云雾，哼，破变气压，往后站稳了。哎，这个很疼的，其实，不用。鼻雷，刀手结账，顺这把，三飞的下场，就小条圣遗物，放条圣遗物了。然后的话，这个打完史莱姆，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下一波那三个盾怎么破。直接弹在这个长中间的这个怪中间，直接加入攻击，太阳就停了。那还互相，这三左怪的盾是互相破的，这里弹血了，弹血了就切走，不要贪伤害，你贪伤害就没了啊。就是站在这个怪这里啊，他另外两个怪会过来逆条准线的时候，一个大招角路，一个大招，这个盾基本就没了啊。就是这个铺路的方法，然后这铺路好欺负，别用我啊，对，你确保你的这个身上一直有这个啊，雕的身上一直有盾铺路奶才行啊，要不的话你这个伤害是打不出去就被打死了，全啊，出发出发，刷到你了，哎，反省吧。这三只怪真多动啊，跟那三个赌龙似的，真的多动，而且伤害挺高。这三个怪互相有打反应啊，注意好，这三怪是能打反应的，原魔也会打反应啊。无能，哎，这怪真是恶心人的啊！那这个基本上盾破完之后就没什么难点了。好，然后第二波也是一样，但在这个雷怪这里。九千开个一防的猝死，小心。然后等那两怪过来，等那两怪过来。小鹿这一个大招，再接一个亿，这个盾基本就破完一半了。好，然后开大招，消失，输出，翻样就行了。这个时候他们的盾基本都没了啊，你跳得很高，输出就行了。因为他们没有盾的情况下是没有抗打断的，他的这个伤害后会降低很多啊。反而打，好了，4200。